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郑爽和张恒这对小情侣出现在大众眼前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，他们在这一年中的感情十分稳定，而且近日又参加女儿们的恋爱这个综艺节目，两个人的出现更是引起网友们的兴趣。大家都在调侃郑爽，这是找了一个小奶狗的男朋友，虽然颜值上不去，但是非常的温柔体贴，想来郑爽也是看上他这一点。最近他们一同参加一档综艺节目，在节目中看得出来他们之间是真爱了，因为郑爽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炒作而且很自我的女生，她一定不会为了节目贡献出自己的爱情，而两人的表现也是非常甜蜜了。然而当中郑爽因为偷偷翻看张恒手机，不料被张恒发现，因此也是惹怒了张恒，并怒摔枕头凶郑爽能不能好了，可见张恒对自己隐私是非常在意的。不过就有网友表示，张恒之所以生气应该是觉得郑爽不相信他，不然也不会这样。那么看完视频，对情侣之间翻手机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